你先去忙吧，我一个人可以。你不会说话啊？可是我看不懂手语。啊，这我看得懂。他要是能这么随机应变，能屈能伸就好了。如果按照前沙的传言，他性格倔强，必定是要逞强的。你不是说前沙的传言不可信吗？我说不过你。药材取好，就不要煎成汤药了，苦楚难咽。帮他煮一碗药粥吧，顺便再加一朵雪莲进去。看来你对他印象不错。我是怕他死在我雪宫。我摘雪莲去。不过，是普通雪莲还是？你能问出这个问题，证明你才是对他印象不错。连寒冰池里的雪莲你都舍得，你定。我去看看密道里抓住的那个人。这是哪儿？这是你不该来的地方。你可是千山之人？我是雨宫的人，执刃大人走得匆忙，忘了东西，所以前来找他。不小心在密道中迷了路，触发了机关。密道中的蜡烛和火把，燃烧的是靠特殊灯油。油中有清毒，长久不出，就会四肢发软，失去意识。这是解药。谢谢。你上面说的这些我都信，但你告诉我，你为何穿着一身刺客的夜行黑衣？叶长老，这么晚了还要出去啊？啊，我去一下议事厅。哦，对了，这些书你送到雨宫去。子玉跟我说，他之前跟我要的医书都看完了，这些都是新的。子玉还在后山闯关，等他出关了就可以看了。是。子宇啊，希望你一切顺利。粥马上就要好了，我帮你加了雪莲进去。这可是我们雪宫才有的好东西，能帮你恢复内力，强身健体。
这不快就开始发作了，所以一定要在半月之影的期限到达之前有重要的说法，或者做出让吴峰满意的事情。 剑法不是刀法，你不是宫门之人。